咁佢嘅就係應許嘅嘢，而家一定會成就。佢話佢翻嚟就翻嚟，即係個細仔，佢要接放咗學，媽媽話：你就俾個答，佢就死咗嘅。我老師你坐下，冇，媽咪叫我去買佢嘅，佢會嚟接我。佢你坐下啦，唔使，媽咪話叫我冇走開，明嗎？因為佢知道阿媽講我一定會翻嚟嘅，我話翻嚟到天黑，我阿媽一定翻嚟接我嘅，佢一定會翻嚟接我嘅。呢個聖經話主一定會翻嚟接我哋噶，就算未接我哋，主未翻嚟嘅時候，我哋會點啊？我都要翻去先噶啦，我哋等到咁耐嘛。時間對神嚟講唔係一個問題，絕對冇問題。喺主裏面一千年同一日，同我哋嘅一日一樣嘅啫。因為我哋人生很短暫，我哋人很有限，所以我哋等不到永恆，係咪啊？神係永恆嘅神，所以喺神嘅裏面，時間唔係一個問題。所以呢度聖經話主做乜嘢咧？主係寬容我哋，主唔係咧單言，好差好遠嘅弟兄姊妹，單言同埋寬容啱啱兩個對比，即係考試老師而家唔入嚟收卷。我哋琴日啱啱博覽，我哋喺博覽聚會，有個回家嘅聚集，嗰啲考生嘅考試。如果三點鐘收卷，老師三點鐘都唔入嚟，佢知道好多人都未做完。佢俾咗15分鐘時間，如果你學生會點啊？你10分鐘做咩啊？寫啦嘛，你冇差啲筆啊，仲未考官仲未收卷啊，咁樣。你第一卷就做曬佢，你係咪傻嘅？你係咪？嘅意思而家唔係單言啦，即係好似機場個飛機唔係 delay， 唔係有故障啊。主耶穌唔係唔記得咗，唔黑眼瞓，唔係佢有時好忙而家翻嚟啊。佢特登未翻嚟啊，因為點解啊？翻嚟仲有冇機會悔改啊？冇噶啦，到到天上唔使再傳福音噶啦，因為冇得再悔改噶啦。明白嗎？到嗰時你才說順行太遲了，現在你還可以決定，再生的還可以決定，到離開世界的時候就沒有了，明白嗎？如果離開世界有，我們現在需要存的，我們需要這麼努力的，是不是？這裡說主，我們要明白天父的心，爸爸為何沒回來，主耶穌為何沒回來，因為他想多些人信耶穌，他想多些人悔改。這裡說他不願一人受罪，願意咩？人人都咩？悔改。呢個就係佢嘅心願啦。所以呢個時機就話，主其實天父愛咩咧？所以讀約翰福音要讀到神愛世人，愛全地嘅人，唔理咩種族嘅人，神都愛。所以你見到我哋一路信主，我想問下你，你數唔數出嚟？你數下，究竟有啲咩人神係愛嘅咧？有啲咩興起一啲人？起碼你呢一類人，神就愛你啦，因為你未點彩就我呢一類人，神愛我啦，係咪啊？係咪愛？老人愛唔愛？所以有長者事工。如果軟瞓喺牀嗰啲唔要得，愛唔愛？因為有老人院專去做老人院嘅醫院，愛唔愛病人？有軟木事工嘅坐監嘅，愛唔愛？係咯，有三個事工，有一個終身監禁犯放咗出嚟，算咗主特赦，去各大嘅即係各個嘅小學、中學講見證，叫你千祈唔好學我。以前就係咁，我得罪咗耶穌，我悔改，我以後終身監禁，我應該死喺個監牢度，因為耶穌救我。有冇聽過啲見證啊？佢叫咩男人？他說他一坐監的時候，他那一年他太太在大陸生了他女兒，18年他坐監，他女兒從來未叫他一聲媽媽，嬲到他不得了，羞恥到不得了。你問你爸爸做咩的？坐監怎麼說呢？怎麼說？你說人家怎麼說？羞不羞恥啊？我爸是終身監禁犯，是一生要在監牢死的，有等於冇嘅，收咗一次啊！直到佢悔改，直到佢信耶穌，直到佢出咗病帶，
叫邊緣組合，好多年前啦，唱歌佢就認錯，佢聽過嘅，但係知道爸爸真係悔改，真係信耶穌，入去見爸爸嘅時候，第一句講：爸爸，你啲歌好難聽。但爸爸笑到十八年未聽過呢兩個字啊！爸爸，弟兄姊妹發生咩事啊？因為神愛佢啊！在監獄裏面神愛他啊。我們去阿根廷，前幾年我去阿根廷，有800個的監犯站在面前，就是這麼遠的，他們就是站在牆上面，800個沒有攔住的，不理的全部監犯來，我們全部站在那裡，他們就唱歌敬拜。哇天啊，他們敬拜唱阿根廷文的西班牙文的，不知道唱什麼啊，但是哇，我們覺得神同在，一唱我們就哭了，很多牧者我們就哭了，他們之前唱到好像非常自由，好像放監那樣唱到，你明白嗎？但他坐在監裡面的，所以那時候我剛剛唱回來，我很多反省，主啊，應該我們主人他們唱到你坐監的，所以每個禮拜回來坐一坐我幾個人鐘，唉，有咩辦法信耶穌係咪啊？回來唱一唱啦，又唔識唱嗰唱，差幾遠係咪啊？有咩分別啊？生命分別，佢靈裏面分別，佢知道耶穌是真嘅。我哋嘅敬拜就唔一樣，我哋嘅心就唔一樣，我哋嘅表現就唔一樣。佢哋自由，佢知道我自由，所以我肉身我坐監，我犯罪，我知錯，我而家信咗耶穌，我自由。嗰、那個牧師坐喺度。喺度打鼓就係咁啊，一個 base， 一個嘅沙鼓就係咁樣，一個查三電嘢嘅啫，就係打咁啊嘛，咁一個就著西裝去唱嘅啫，啊，著西裝佢兩個都好勁喎，跟住後屘我哋先知道，原來佢都係坐監，佢都係監獄裏邊嘅，但係佢係牧師嚟嘅，喺監獄嘅案例度，佢有1600信徒嗰啲，喺監獄，喺監獄裏邊，佢哋聚分兩堂，每堂八啊。勁勁，佢哋24小時調嚟嘅，因為反正坐監，3個鐘起身佢哋翻嚟，你都感激。佢為世界各地祈禱嘅，勁勁。神愛唔愛？愛啊！神愛每一個人啊！香港露宿者愛唔愛？愛。吸毒者愛。做黃宣少女妓女愛唔愛？愛。咩人都愛。所以做兒童的、老人家的、婦女的、男人的，全部愛；你做地盤的、你做商界的，神都愛。所以神感動很多的人去服侍這些人，去回應這些人，只是不只是香港，去到世界各地，去到些貧困國家，向著回教國家，有很多弟兄姊妹準備好。我們國內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同工準備好了，他們受訓了20多歲，我剛剛認識有6個20多歲，他就準備向回教部傳教，他們已經準備好了，男仔女仔都有，他們還自己走去新疆又做一個學習，去到新疆不懂畫的要住在那裡，他們操練他們的斷孫，恆春生的人沒有錢的，他的生活全部都要學的，切切的人很害怕的，因為新疆你知道有漢族和苗族和維吾爾族那些有衝突嘛，佢係阿漢族嚟噶嘛，漢嚟噶嘛，去到神幾愛咧？講緊咩啊？即係話神嘅心係咩咧？神嘅心愛每一個人，你中意好，你唔中意好，你覺得佢應該愛好唔應該好，神都愛。神嘅心願意所有都去悔改，所以神嘅心得滿足你啊！明？神嘅心唔得滿足，天父爸爸嘅心。弟兄姊妹，我們都是神的仔女，我們明白爸爸的心腸，一個仔女長大成人的，你怎知道，如果能夠明白父母的心腸，這個仔女長大的，他才能從父母的角度去看事去長大，他再不是說、哎、爸爸媽媽怎麼這樣，為什麼要這樣，為什麼要這樣，你買這樣買那樣，你給我做這樣，給我做那樣，你不用我做那樣，他還是很小的，到他長大的時候，甚至他懂得體見父母的心懷的時候，這個仔就長大成人。
我想講嘅弟兄姊妹，我哋都係神嘅仔女，我哋要明白佢嘅心，唔願意一個人。所以你讀路加福音，你聽到耶穌當法利賽人講，當嗰啲嘅文士講耶穌同啲罪人一齊嘅時候，同啲罪人一齊嘅時候，耶穌講咩嘢？嗰99隻羊嘅比喻，99隻，有100隻，有99隻，佢都揾翻嗰隻嘅，你就知道神嘅心係點咯。即係等於我，如果有100個仔女，你唔見一個，你唔會話，唉，嗱，你又教我講講算啦。有冇咁啦？有10個仔女，死一個死一個啦，係跛入跛入入去啦，都冇咁啦。哇，咁樣仲係父母嚟嘅。所以我都明白，對神嚟講，每一個都係咁寶貴咁重要，每一個。所以喺街度，你見到你中意我唔中意佢，你對佢有感覺好冇感覺好，神都愛佢。所以第一個我哋要悔改，唔係我哋中唔中意，唔係你想唔想，係天父想唔想。你明明係天父嘅心。即係唔係個仔女，唉，爸媽中意啫，我唔中意啊。係啱，你唔中意，不過你明明阿爸媽嘅心。如果我係成個仔女，究竟天父中唔中意我？佢明白，即係我哋明明佢嘅心。我點樣做一個討神喜悅嘅仔女咧？我哋明白天父嘅心，做神中意做。耶穌就係討神喜悅嘅。耶穌就是討天父喜悅，所以你看耶穌，我們學習耶穌，我們就知道怎樣可以討父神喜悅，我們怎樣可以回歸順做一個討神喜悅的人。我們由悔改，由我們認識耶穌開始，我們就要進入這個旅程，回到我們懷抱裡面，回到爸爸懷抱裡面，我們與神和好，我們要成為一個聽話的仔女。弟兄姊妹，我們就是要做這個，我們一生裡面我們就回復回這個。如果現在你不做，我想說一件事，到你回到天家的時候，你一定要做得不好，因為你根本沒有悔改。回到天家，我想告訴你，你可能是很痛苦的，如果是這樣的，或者我們如果沒有悔改，你那個仔女都不喜歡有媽媽的，都不聽她說的，是吧？現在來往書信來往而已， email 來往而已，那一天你真的住在一起的時候，你死定了。現在輸正來講的人，有一天你回到他家，回到天上面對面見到神的時候，死不死？死緊。所以這裡說神要悔改，我相信由我們開始做神的仔女，我們先悔改。因為這裡講得很清楚，神未回來是給時間我們，不是當年，是寬容，願意人人都悔改。我哋作為神嘅仔女，我先悔改。我諗下有啲乜嘢我哋要悔改咧？有啲乜嘢我哋嘅心？我哋話跟從主，但我嘅心冇跟住。嘴巴話跟，思想知道，但裏面冇，靈裏面從深層裏面冇。你知道嗎？如果人從心理學，人有90%係潛意識嘅，即係你唔知道嘅，1/10先係你嘅意識。所以你不知道的遠遠超過你所知道的，你對自己認識，點解我見到啲人會咁樣反應咧？你自己都諗唔定噶，你自己都唔知嘅。其實你潛意識已經有啲嘢要處理，要咩？要禱告，要宣告，我屬於神嘅，我係神被造嘅，我係神所愛嘅，我要跟從神，我信服神。當你一路咁宣告，你從心裏、從思想一進入去潛意識，進入人嘅深處裏面，你就會發現。我哋要悔改，所以如果你我哋生命裏面咧，一次再一次有啲嘢跌倒，我哋就知道我哋裏面出咗問題啦。明明聖經咁樣講啊，立志為善又得我，此事行出啊，又唔係得你啊，又不得你。你就知道，我哋就相信聖經講係真噶，我哋真係被捆綁噶，我真係心裏面咧唔自由噶。我哋知道要順服神，但係我哋冇做嘅咧，我知道要討神喜悅，討天父喜悅，點解我冇做嘅咧？就是我哋少成年就可以就要即係話俾自己聽，掂啊啲事，我哋要死都要靠神。聖經話靠住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住耶穌基督就點啊得勝。即係話叫我哋要靠神，唔好再靠自己。你都要去愛人，
我哋要回应天父嘅心意，要信服神，其实你要靠神。真系每日都咁样祈祷，主，我愿意顺服你。如果你每日起身做呢个祈祷，耶稣，你系我生命嘅主，你系我一生嘅主，你系我身体，你系我灵魂，你系我情感，你系我思想，你系我所有嘅主，你系我家庭主，你系我婚姻嘅主，你系我事业嘅主，你系我儿女嘅主，你系我父母嘅主，你系我一切嘅主。当你咁样宣告，每一日咁样宣告。三個月之後，應該要到病除，要深入你的心處，宣告，每起身了解的，你是被愛的，是神所棄的，靚仔來的，好嘢嚟嘅，因為神話咩啊？好，神話好唔好啊？好，啊，得唔得？就如果話俾大家聽，資助，好嘢嚟嘅，神愛你啊，得唔得？交住紙巾嚟。得冇？唔係講笑噶。當你真係咁樣做，你要發現真係有果啊！因為你知道咧，我哋好多嘢我哋潛喺度。點解信咗咁多年嘅都會有啲嘢未改變咧？嗰度就要處理喺我哋嘅性格，喺我哋嘅成長裏邊咧，我哋有啲嘢未變到，係深層嘅。因為由細長大，我哋食咗太多唔合心理嘅嘢進入我哋思想裏邊。我哋嘅交往，我哋嘅反應，嗱嗰啲實際例子，有時我同我太太相處，同你哋相處，幾時咦點解我個反應特別唔太大？因為太親密啦，啊就會鬆弛啲嘅，放鬆啲嘅，因為好真噶嘛。所以嗰啲一個眼神一個舉動啊，有時聖靈會提醒我，咦點解佢咁嘅反應嘅？係我諗下點解咁？呢個我太太咁愛我，我點會咁樣對佢咧？你知嘛？有啲唔使喐手噶嘛，係咪？一個眼神殺死人噶啦，係咪啊？一個態度殺死人噶啦嚇！你平時好開心聽，點解唔出聲？點解唔出聲？都收到噶啦。你知嘛？言語唔係在乎你講噶，你成個身體語就話俾你聽，你成咁噶。你話冇嘢，冇嘢，全世界知你發緊脾氣啦，冇嘢。啊，冇乜事噶，冇乜事嘅係嘛？個世界知你都唔知幾介意啊，冇乜事噶啦。是不是騙人到的是不是騙到自己的那就死了你自己以為沒事但全世界知道有事他有沒有事啊很大意志的嘛因為自己都不知道嘛所以聖靈都提我那我就給我就好啊我期待我宣告好我不計較我不要發脾氣我不要這樣即刻改變啊即刻得到我即刻就得到我當你一決定我奉耶穌基督的名我現在我不要就不要回我真係可以喎！當你做多啲嚇，心理學話九十人就會成為一個習慣。你持續三個月，你咁樣做，你心理會改變。呢個咩咧？當我話悔改嘅時候，因為我想講呢個位，我相信神鼓勵我哋，就係我哋嘅生命裏邊，我哋要順服神，我哋要愛主，我哋愛天父。而家俾機會我哋悔改，所以我哋先要改，等我哋嘅生命強壯、靈性興盛。我哋裏面有力，有喜樂，我哋就可以侍奉神。你侍奉咧係有力，而且係開心嘅。所以嗰啲沮喪啊，嗰啲挫敗啊，佢成日都話自己冇用啊，冇鬼用啊嗰啲啊，有聽過？有聽過？喺你思想有冇出過啊？嗰啲冇用嗰啲電啊，定係有用？一睇哇，佢就好啦，佢就有恩賜啦，我咧就一次都冇啦，冇人一次啊，品次都冇啦，啊，咁樣喎。咁你慘啊！即係你每一日對白嘅話，你成日你死緊你啊！你又真係無奈，人哋又有恩賜啊，你又揾錢都冇啊，真係你唔掂咁樣，真係啊！你行路會點㗎？咁啦，仲想做台低頭，但係你樣係出佢台低頭嘅，但係裏邊係不低頭嘅。咁即係話咩啊？撒旦用咗好多方言，用咗好多嘢打擊我哋啊！我哋奉耶穌呢個名叫壓力喎，每日都靠恩典，每日都靠耶穌。我哋得勝，係咪啊？冇鬼用，有鬼用會中到人啊！我講過係咪啊？有鬼用會中到人，人話啲有鬼用會好開心啊！你奉耶穌名嚟講佢啦，有鬼用，我俾神用噶嘛，俾鬼用噶，係咪啊？奉耶穌名啲冇鬼用喎，咩冇鬼用？我俾神用噶嘛，感謝主
有鬼用你就驚啦，係嘛？俾鬼用嚟啦，明唔明啊？我冇用喎，我冇用啊，但神用我得啦，俾神用，唔在乎我，在乎神。神用我就有用，神用我幾有用都冇，明嗬？所以你俾神用就得，你只要主你用我啦，我嘅生命屬於你嘅，你用我啦，你嘅生命就強壯起嚟啊！佢全福音話你唔得，邊個話你唔得啊？邊個話㗎？你唔得？是你話你撒旦話定神話你聽啊？邊個話噶？係咯，你諗下邊個話唔得噶？邊度嚟嘅呢句説話？嚇，淨係你隔離咗嗰啲話俾你聽，你唔得。你唔係聽佢講啊？神話你得唔得？神話你得就得噶啦，神話你靠住我啦，靠住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咩能作啊嘛？因此你俾我好，咁你俾我神，你就可以問神。你叫我去留我做，你叫我做的嘛，你俾啦。所以神话我与你同在。我见过弟兄咁样报道，阿爸啊，你觉得人都有冇罪啊？阿爸就话：，唉，人都有罪啦，系嘛？阿爸，你觉得你有冇罪啊？咁样讲，阿爸话：我有罪，我梗有罪啦，系都有罪啦咁样。阿爸，咁你觉得咩系罪啊？再问。阿爸咩系罪？佢话你觉得谂下诶，谂过啊，讲啊嗰啲系咪罪啊？阿爸就话：，嘿，咩谂啊？谂都冇谂啊呢啲嘢咁样。OK， 几好。跟住决志呢个，即系如果你讲教导做嘅咧，睇几耐都好。即系先生有冇罪啊？世界有冇罪啊？跟住你有冇罪啊？咩系罪啊？谂过系咪啊？即系咁啊，个八嚟噶喎。七十歲嘅喎，好聲靈嘅喎，嚇個後生仔廿幾歲嘅喎，但係佢悔改信主喎，喺面前好開心，同啲後生仔傾偈，呢句答真係勁啊！諗下算唔算啊？佢話諗都唔諗啊，都幾勁啊！呢句説話，阿伯講喎，唔係個後生仔講。你話咩技巧嗰啲冇啦，佢就係咁樣講。我哋報道，我哋講咗成半個鐘，嗰、那個婦女都未決志，有一個姊妹過嚟。患肺癌嘅末期嘅五十零歲嘅阿太，你信耶穌啦？你睇到我就死噶啦！我都信耶穌啦，好噶啦！我冇決志嘅喎，就講呢句嘅喎，見唔見啊？因為佢嘅生命就係咁啊嘛，都唔係呢個理性嘅，佢唔使過嘅，其實有啲嘢係佢經歷到。我想俾你哋知道，只要你肯做，你一定會做。你做邊個位啫嘛？是不是我懂煮飯有方便我煮飯行不行打破式祈禱我敬祈禱行不行、啊、是不是是不是可以的行不行是不是有份的大家會不會這樣是你做的你做的有恩賜就多一點做一個主你要做但你不是那邊恩賜你要做我整個堂會我所有弟兄都要回應神的心神話他要失索人性耶穌我就要去要千方百計做所有嘅盡我所能，得時不得時，我哋都去做。呢、這個就係唔悔改。之後我哋唔可以坐喺度，我哋唔可以翻嚟教會，我哋翻嚟堂會裏面，我哋每一個禮拜翻嚟，我哋好開心。但係出邊好多人認識耶穌，佢哋諗都唔諗嘅問題，係唔得嘅弟兄姊妹。因為呢個係唔睇見父嘅心。我想問，如果而家亦都睇見耶穌嘅？如果可以睇得到肉身嘅，你估耶穌而家喺邊度？佢喺一個中間，喺個中間，因為佢住喺我哋中間，佢住喺敬拜讚美嘅子民中間。但我想問耶穌喺唔喺出邊？喺定唔喺？係，唔係？喺邊個堂裏？喺邊世界堂裏？係㗎嘛？所以佢喺唔喺？而家有個哀傷嘅人喺社區嗰度，因為我哋喺度敬拜緊主耶穌就喺度啦，唔得閒理佢，會唔會啊？會就慘喎！耶穌每一個地方只去一次，咁成個世界唔知嚟到幾多次啊？我唔知一年嚟到幾多次啊？神觀乎萬有之中噶嘛，只有神嘅心啊！你諗下，而家香港有幾多個仔女咧？所以耶穌有百分之十未咧？我想話俾你係未夠嘅，
5%-6% 係基督徒，即係信耶穌包括天主教嘅人。我就講10%，即係兩姊妹有10個仔女，有9個流離失所喺出邊。你話爸爸喺邊度？你話聖經爸爸喺邊度？爸爸就好開心啦，仔女翻到嚟啦，99隻羊都放喺羊圈走去揾啦。何況第一個仔女喺屋企，有9個仔女喺出邊流離浪蕩，受痛苦，受俾撒旦壓制。你話神喺邊度？天父喺邊度？耶穌嘅心喺邊度？我哋做仔女嘅明唔明白佢嘅心？爸爸，我哋係愛緊噶啦，你放心，弟兄姊妹，我哋每日都要咁樣相信宣告，無論環境點，無論而家理解點，無論個感覺係點，我哋都要宣告，我相信神愛嘅我，而且直到永遠，係唔係？咁多人喺出邊，你坐喺度，我哋坐喺度，你話神愛唔愛你？神幾愛你？有幾多人放到到而家70、80、90都未聽過福音？有人嘅，我聽過耶穌，但唔知咩叫福音，唔知咩叫主耶穌。你話神愛唔愛你？神幾愛你？幾愛我哋？我哋坐咗喺度啦，唔止一年。我信咗耶穌啦，冇俾魔鬼撒旦欺騙我哋，我哋宣告神愛我。就算我家庭、我婚姻、我事、我嘅身體各樣，有好多唔順我意嘅，有好多唔係我想嘅，有甚至我而家好痛苦嘅，我仍然宣告神你一定救我用，我仍然宣告神與我哋同在，神愛我哋。當我咁嘅時候，我哋裏面就會強壯，就會有力。我知道爸爸你愛我哋，其他嘢小事，我要回應你嘅心。呢度話悔改，我哋要悔改。我哋唔理神嘅心，因为佢被机会，佢亦都被机会出面嗰啲未信耶稣嘅要悔改，要归向神。所以呢段宽容嘅时间做咩咧？系好重要噶。咩时间做咩事系好重要噶。适当嘅时候要做适当嘅嘢。你病嘅时候你就应该休息食药，系嘛？当你康复嘅时候你再可以出去做嘢。你唔好病嘅时候去做嘢，做嘢嘅时候要休息，系咪？你应该翻工嘅时间你就去打机，吓放工嘅时候你就去做嘢。是不是傻的呢个人？他全部搞错了。所以现在应该做什么呢？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为什么还没回天家呢？我们经常都要问这个问题的。主啊，天父为什么不接我回来呢？是不是？所以安息礼拜，如果我安息礼拜，请不要为我喊，我都拍手，我收工了。要喊为你自己喊。我做在这里，你就好了。你这是收工的，是不是？明白？聖經話噶嘛，離世與基督點啊？同住看得無比啊！保羅話：冇眼冇眼淚，冇哀哭，冇疼痛啊！呢個就係我哋盼望嚟噶嘛，我哋見主面啊！所以我哋喺呢個時間，我哋就你真正要做嘅，你就係為主好地生活，好地做好見證，將榮耀歸俾神，將好多人帶失上帶到神嘅面前。呢個係我哋一生要做的。不要兩梳招包翻嚟添加，千祈唔好。咩叫兩梳招啊？自己其實啊，我翻嚟啊，梗係啦，信咗幾廿年咁咯，日日翻教會咁咯，係啦，我又祈禱咁咯，我自己又嚇人收嘅喎，我又讀經，我又讀下神學，收下啲喎，所以你滿肚子好大，成身其實你嘅，我哋收嘅就好多，但係私語嘅好少，分享嘅好少，係咪啊？聖經話葡萄樹嘛，葡萄樹係點噶？果子係點噶？你有冇見過葡萄樹條藤好肥噶？啲果咁細粒噶？你買啊？你去買啊？去買街市買餐葡萄，嗰啲藤肥啊，成條蘿蔔咁粗嘅，但係嗰果係手指尾咁粒嘅。你買嗰啲藤子啊？我而家買嗰啲藤又幼幼嘅，嗰啲藤子成咁大粒嘅係咪啊？嚇！成條線咁樣，佢啱啊！佢條裙係嘛？即係我哋嘅生命應該結果子啊嘛！冇理由淨係我哋好豐富。我意思即係話，我哋唔可以咁樣翻到天界。我哋真係要立志嘅。你一年向幾多人傳福音？要帶幾多人信耶穌？有個目標，你先有力量。是但啦咁樣，是但佢就咁咯，埋單乜都冇。一年埋單就係咁樣，兩年埋單就係，3年埋單，10年埋單就係，
就翻天加兩手咁樣翻嚟，得唔得？人哋成卡成卡咁樣，嚇、啊！你又成卡成卡住，又係隻手喺度，淨係前咁嘅，點搞咧？咁樣，明唔明？得唔得？我哋宣告我哋嚟做嘢，因為實在出面太多主流弟兄姊妹，而家咩時代？而家神翻嚟嘅時候好快啦，地震以前有冇咁多啊？你睇啟示錄啦，主翻嚟嘅時候，地震預地震預表主翻嚟，好似生 B B 震痛咁樣，越痛得犀利，越痛得頻密，差唔多要掃噶啦，個 B B 要出世啦。即係而家要上睇世界各地饑荒、戰亂、地震，全部我哋啟示錄咁樣去嘅，按聖經咁樣預佢嘅，翻嚟嘅領域真係聽入去，聽入心，唔好聽喺呢度，唔好俾魔鬼拎走。我真係話主啊！我真係要悔改，我真係要重新定一個位，我要點樣跟住你？呢個就係好嘅機會。天父嘅心想我哋翻。我哋啱啱喺博覽有四日，有12,000人，世界各地嘅我哋嘅位可以走埋街，順住全部基督徒領走12,000人嘅領走。這一個主題同心同道，我哋係一家人。同一個心智，同一個心，同一條道，我哋跟住主，就係、主叫我做乜嘢，我就做乜嘢。一齊一家人發生咗啦，第二年噶啦，呢、這個而家聚集，上年5,000+6,000，今年係12,000，睇到啦。我哋彼此認罪，彼此扶持，因為我知道宣教嘅中國將會誕生，就係神喐我哋中國。赐福俾我中国，将经济倾覆喺中国，系讲紧咩啊？神要将呢个最后一个行宣教行俾我哋，我哋身为中国人，相当荣幸，系咪啊？13亿人，边个地方唔中国人？我哋宣教要回应，传到耶路撒冷，我哋要回应，回应神嘅心，我哋要向回教国家去祝福佢哋，我哋为祈祷要上嚟。所以弟兄姊妹，大家準備好，綁好安全帶，緊握扶手，天父嘅手全速前進。所以我嘅生命要準備好，弟兄姊妹。我相信天父真係咁鼓勵我哋。我咁樣講係我哋大家都要警醒，我哋大家都要教正，我哋都係要見主嘅面，我哋都係要見爸爸嘅面，唔好做浪子。不要再過自己的生活，浪子他要過的就是自己的生活，他要自己的想法，他不要爸爸的管轄，他不要聽爸爸話，他離開國家，他重視他的錢，重視他的享樂多過重視跟爸爸的關係，所以就你呢，我們呢，要重視跟主和天父的關係。所以你話每一日啲最基礎嘅親近主，你祈禱，你等候主係相當重要嘅，因為關係。唔好翻到嚟，我哋淨係好多忙碌，你嘅生活。如果你嘅生活好多忙碌，好多嘢佔據咗，你唔能夠安靜坐喺神嘅面前。我經歷過呢啲階段，就係、你嘅心裏邊咧，唔知點解坐唔低。開電視睇得，同人傾偈得，去侍奉得，上網得，做嘢得，瞓覺得，食嘢得，咩都得，就係坐到安靜下唔得。如果係咁，我想話你聽，你就係要祈禱主啊救我，你一直要咁樣祈求救我，救我，我知道你重要，只要你繼續咁樣祈禱，主會救你。你主，我知道有問題啦，我而家唔正常，我而家。停咗落嚟啦！我而家心裏邊咧好亂啦，可能我哋有懼怕，可能我哋有痛苦，可能我哋咩嘢關係逃避，但係仍然要踏實，好嘛？我出咗大家，我諗呢個係主今日要特別同我哋講嘅。跟住主要嘅仲有一句啊，試下加個文啊講嘅。但係重點我想講係主要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佢哋唔都參與。所以你都可以參與主約會，即係節目後嘅收穫，
主是大需要大能的人，只要你願意，什麼都認得上，大要聖潔，大要跟神的關係，你要知道神的心，這些人就認得上，好嗎？要我們的心做這個人，亦都為到很多失散的人祈禱，要我們的生命呢成為好得人祝福，有很多人信耶穌，你的家族、你的朋友，或者你祈禱，你祈禱啦，起碼你祈禱啦，起碼你擺上做一些嘢，唔識就訓練啦，做下喺街度派單張做下，乜嘢都係操翻嚟操下，操下就得噶啦。你就會有啲恩賜啊！我見到有啲弟兄用藝術去侍奉神，佢用影音，佢識佢好識嗰啲用影音。有一啲就係咧透過啲科技佢就做，一啲仲好中意用 QQ 嘅，佢用 QQ 去傳福音，佢喺大山國外嘅去傳福音。因為你總有你嘅技能㗎，如果啲主耶穌叻嘅，你做主耶穌介紹咗，我請你食，係咪啊？佢話啲啱好人嘅，你有機會講咯，係嘛？你唔知點講，請我識講去講咯，咁咪就係你咯個果子。所以問題唔在於技巧，因此問題在於我嘅心。如果冇咗呢個心，我就要祈禱天父求你將你嘅心同我分享，你就知道天父日日都企喺街上面呼喊。是冇人有仔去回應的，所以我鼓勵弟兄姊妹，當你食藥的時候，當你坐車的時候，請你祈禱。好多時當我坐地，哈利路亞，啲人開始散開，哈利路亞，再散開，哈利路亞，你撳足，阿車長，阿幾卡有個人，我希望有一日，我話哈利路亞，你聽到未啊？哦，自己自己有嚟，想太好啦！有半車嗰啲人，山野子嘅，嚇、啊、你明嘛？咁即係話多唔多個和尚？多啊！頂啲冇嚟，有時一個人去報道我哋報道，覺得太少人做啦，好嘛？今日我就想回應就係我哋回應爸爸嘅心，爸爸喺度呼喊，你願唔願意去約主？爸爸唔喺，我可能唔係好多好有力，可能好細個幾歲嘅啫。我都願意幫下手，你有冇見過啲細路仔咁嘅？爸爸幫你拎啦，爸爸個心幾開心，爸爸知道佢拎唔起啊，咁啊爸爸拎住咯，佢又開心，好開心。其實邊個拎啊？爸爸拎噶嘛，你唔認識噶嘛，你唔認識。我請你先安定個心，你唔認天主啊嘛。好認真嘅我哋。天父爸爸，我哋嚟到你面前，我哋呼求你。可能你嘅心或者感覺，可能都係好陌生嘅，但係我堅守，唔緊要，但係主與我哋同在。回應天父爸爸嘅話，所以第一個我先呼召你回應耶穌，回應天父，翻返轉頭悔改。如果有咩你悔改，你開心悔改。你而家就呼求耶穌，靠耶穌嘅名，同爸爸講：爸爸，我翻嚟，我唔要做個細路，唔要個小兒子，成日喺出邊過自己嘅生活。我愛我嘅命，佢愛嘅我嘅命，佢唔會改變嘅。因為我哋坐喺度，我哋今日認識佢，都係佢恩典。翻喺爸爸身邊聽先，回轉，因為佢俾機會我，唔好俾撒旦有引誘我嘅心，唔好俾我哋落喺嗰啲內疚沮喪裏。所以我奉耶穌基督嘅宣告，在耶穌的保護裏面，在一條有生有力的路裏面，我們可以坦然地應付神。我們是不是靠行為，我們因着信心，因着耶穌的保護，我們可以應付神的面前。所以我奉耶穌的祝福我們的心，重建這個關係，重建這個奉父親親密的關係。天父，讓我們貼近你，讓我們感受所殺戮的人，現在奉耶穌的名都要奪回，都要復活在你生命裏面。殺害了要神復活的大靈在你生命裏面，偷竊了的要拿回來，毀壞了要重建，就是無論是情感，無論是思想，無論是生命，無論是你同人的關係，都要重建，都要復活，奉耶穌的名。所以主要奉耶穌的名，我奉耶穌的名。所以你一定要特別為你情感要祈禱，如果你情感上受過傷害，受過痛苦的，我現在請你將手放在胸膛上面，我為你祈禱。
天父，你睇到我嘅手，你知道我嘅生命。我而家奉耶稣嘅名祝福你哋弟兄姊妹，祝福你喺情感呢个地方，仲有一种潜意识喺我心神里面嘅透露都医治我，释放我，帮助你耶稣，帮助你将荣耀归俾你。阿门。我将我呼召你叫我摆愿意俾神用，贴近天父嘅心俾我主啊，天父，我愿意跟住你，我愿意俾你使用，成为我全福嘅使者，我愿意悔改去做，或者你立。